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手上拿的这一台现在是最火红的机子 Mavic 2，这一台是润版，可是呢，很多人买完了回去以后，它会上升下降，原地停旋，然后拍一些照片。可是别忘了，它里面可是有一些很多的智能模式，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很艰巨的拍摄任务，而且会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也可以拍出来这么好的影片。大家跟着我去学习，小李老师会带你怎么样去把这一台运用到最极致，然后呢，让你觉得这一台不是你的玩具，而是大家共同生活的一个相机，在天上飞的相机。我们飞准科技也很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课程，那就是教你如何去运用这里面的智能模式，拍到我们想要的影片，而且去完成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些过程，通通都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千万不要浪费了哦。